同款的所在，也不过还是想袂起来。我是安怎会行过来这水边的房间，佫会跌落去水底内面？敢真正是惊爸甲我骂，我才会幻想是要救一个囡仔。这有过什么真艰苦的基地？我看还是叫驾车，迈过来较妥当。有人在画笔，感谢救我。我敢有看不到，迄个人写作跟我一模一样。奇怪，阮个人嘞？是老张的，哥，你进来救伊。哥，你完成了，你刚完成了哈。我先问你，拄则你敢有看到一个人徛在遮，是做跟我一模一样？啊？我跟伊了经过的时阵，我看到任何人啊？是啊，罗总诶，阮拄则伫遮无看到任何人哦。阿小目睭花看唔着。哥，先莫讲话，一定歹势，各方面手里办公室，黄哥经理甲休困一下。无问题，我搁会叫人传烧茶甲毛巾过来。多谢你，哥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家风，过去一段代志，若是讲真正离你的心内吼造成什么影响，你讲你要去找真相，爸爸妈妈吼没哪可能甲你阻挡啦。也毋过即卖，是有人要甲你杀落水呢。这毋是干那找真相的代志尔，这是蓄意杀人，这是足严重诶。你哪会当要骂阮啊？是啊，你伫外面甲人无结冤仇嘛？啊，哪有人对你做这款代志啦？根本是迄个万条冤啊！爸，是的啦，我毋是超工，想要替阮爸开脱。啊，坦白讲，阮爸即摆还佫伫个外口走路，还是因为伊也伫乌龙机，决心要替莹莹的死讨回公道。也毋过家风佮莹莹的死也无关系啊，阮爸找伊麻烦要创啊，无道理啊。妈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哎，我到我们育幼院，迄个时阵哦，敢有啥物可疑的人伫遐出现啊？我查过啊，来汉尼拄仔好，育幼院边个监视器，无迄条我跌落水的所在。我甲伊电话回去的时阵，嘛无看到任何人经过。虽然细汉的时阵我讲，我看到一个囡仔跌落水。问题根本无这个人啊，所以我是伫想，可能拄则根本无人甲我杀，迄是我的幻觉尔。哎，我的头壳哦，还是不是行啊歹去啊？是安那？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莫有袂乱讲好不？我甲你讲啦，这件代志吼，别当安尼就准妥煞啦。即马是有人要伤害你呢，啊？你即马若甲当作讲是幻觉，啊，你无去注意，无去封闭。莫不哩真正有人要跟你下手，安尼是变安怎？迄都唔是代志这么简单啊啦！是啊，家风啊，你搁真将我想看卖啦！你跌落水的时阵哦，敢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代志啊？有，
什么代志？我感觉过暴露水的时阵，身体真正出问题。阮为水底解救起来的时阵，过头一句问我是：你是不是有看到一个跟我生做同款的人？迄时阵，过的眼神真惊吓，绝对无可能是在讲白痴。家峰啊，你敢真正看到你问亚姐迄个人啊？一个人啊，暴露水，当然希望咱赶紧爬起来啊！啊，想知影我仰头的时阵，我就看到一个人，真正是咧跟我同款的，佮一直甲我看，我就惊一跳。我嘛啉足侪水水的啊！啊，一回神了哦，一看，伊就无去啊！我顶多是看到亚姐佮院长紧把我摇起来。咁伊个是幻影啊！啊，毕竟哦，你是对水的内面看出去的啊。真正有可能哦，水面折射会有短暂的视错觉，就参像是咱人行伫沙漠顶面，嘛会看到海市蜃楼同款。这原理我嘛知影，只是……哦，你嘛紧讲，啊，你人我唔知有方向，会当去找线索啊。其实我们那是三星四幻觉，我刚才佫听到有人甲我话。家峰，你敢会出现什么幻听啊？哥，迄时阵你若不讲啊？问题是根本就无这个人啊！我若讲出来，恁大家敢会相信？恁大家准我是黑白讲啊？那呢？你是听到啥？敢若讲，中指紧跳落去救人，那无就袂赴啊！听得这么清楚，啊，连人的名字都听到。奇怪，这个名哪会感觉呢？捌听过同款。咱身躯边敢有叫这个名的人？啊，有啊有啊，迄个啊，生啊死去迄个小弟啊。啊！就迄个杨香水哦，在陈老爷所生的迄个囡仔，就叫做中指啊。对啦，不过我就感觉那个听起来足熟的。我干爹的小弟哦，爹家峰要出事进前几两年就已经过身啊，要哪有可能家峰会听到伊的名？无得卡只是共名尔啦。卡说家峰伊不是幻听。哪里敢买育幼院内底真正有一个叫做中指的人？你明仔载哦去育幼院问院长看卖嘞，看卖是毋是有这个人，啊，你就知影真相啊。好啦，明仔载哦，我就去问院长啊。中指，紧，紧去救人！中指，你有听无？我爱救人，我爱救人。想装伊星座跟我一模一样，哪里啊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一个人啊，你是去忘掉啥啦？我去忘掉，我伫水底。应该是你有甲爸妈讨论过这件代志，所以唔只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应该无这个可能啦。啊，不过我伫梦中，我毋是食水迄个呢，我是救人的呢。我想起来啊，
上惊的是，我要出手救人的时阵，我甲迄个人歪过头看我，就是我讲的啊，甲我写作一模一样迄个人啊。老婆，想怎样呢啊？做梦呢？哎，唔是你会当控制的啊，嘛无啥物道理啊，做梦的啥物拢无奇怪。啊，我感觉迄唔是梦呢。家峰啊，今麦做晚呢，卖伫想西啦。我伫个水底内面听到有人甲我讲话，虽然我唔知迄人是谁，啊，不过我听到的是，东子啊，急救人。像我梦到的画面甲情形，拢同款啊！啊，对，应该是，还是一直想一直想啊。啊，不过我甲陈东子一点仔关系拢无咧。伊出事的时阵，我唔知佫伫倒位等淘汰的排队咧。这个人，伊的名声一直出现在我梦中啊！我的意思，潜意识，无应搞这个人啊！这做梦的情节哦，那么是得过倒彩的，跟我需要这样冷静讨论啊？啊，那不是梦呢？不是吧，不会上。基地。什么的基地啦？没那有可能啦。好啦，算我拜托你阿婆，今麦做晚的呢，基地好，我替你抓灵啦，让你困个安稳的，啊，行。啊，不过我真少这个感觉嘞，老婆，我的梦拢是同款的，而且我今麦梦到的画面，一届比一届搁较清楚。都参详记忆的碎片，都跟咱囡仔写的拼图同款呐。好啊好啊好啊！你是陆家峰，不是陈中志呢？陈中志是阮干爹干爸姑母的小弟，哎，过身的时阵，你都还袂出世的啊，要哪有可能什么记忆碎片呐、啊？我的弟弟跟我讲，完全无可能。我的梦，所有的过程中，袂输敢那真个同款，只是我足困扰的，嘛找无另外一个解释。嗯，我感觉有解释呢，就是你家己嘛。我是讲真个啦，无得靠你真正细汉的时阵跋落水，还伫遐拍青惊着，所以唔才会梦到这个梦。那呢？咱舅妈所讲的，明仔载咱赶紧找一个时间去庙的拜拜收惊，安尼你唔才睏开安稳。好啦，我来替你抓灵节，你安心嘛睏哈，行啦。